官方在还是一直我们活跃度知道。活跃度有动吗？好，有，大家好，我是天师，今天更新啦。首先呢，我知道被邀请会有通知声，但是我没有邀请到。然后模式图案更改了，哦，我们这边可以看到漂亮的图示。然后昵称前面多了，圆圈圈的奖牌，可能未来会出奖牌的东西了。然后接下来我们可爱的孙氏技能二跟技能三被下修，技能二跟奥义被下修伤害，还有啥？夜叉王的计量值从移动，总计量从啊计最大值从中变成高，所以我们等一下可以用夜叉王，我现在就用夜叉王好了。然后拯救公主有改动，拯救公主有改动。然后聊天室经常增加了新角色，可拉库，但是没有阿加流。然后那个限时奖励模式，今天轮成大乱斗，看以后随便轮。然后以后好像还会出银币加倍。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了，我们来看一下夜叉王最大值吧。不，今天是你的直播挂了。好哦，等我一下。这样嘞。好，很明显的完全不行了，所以我要重开 DC。然后可以先列队等待了。Oops， 排到 DC 啦。对，原色要打拯救，然后打拯救。我看到我的机关枪跟奥义伤害，机关枪是下修20左右，然后奥义是下修。我是下修10啊，所以就是因素有差，也只能说合理吧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拯救公主的 AI 调整了，而且死亡改成了哦，新地图，哦，原来你有新地图啊！看这要怎么进攻啊？终于不是固定的地图。哎，这样子就等同于就是没办法速刷了啊！你懂我意思吗？这个墙也太难守了，这个墙也太好守了吧？哎，挡那个夜叉。我就只要压在这里就可以了，啊。有新地图哎，欸！哦干！等一下，我到底有没有吃到那炸弹？哦干，变十秒复活，哦！ AI 的强度还不太确定啊。我觉得这个 AI 的强度还好。还好吗？可是你也不能太难吧？他还跑必跑。我觉得没有很强，没有比之前还强，反而弱了。为什么往上冲？有啊，他吉杀特效有改了，你们看一下。吉杀特效有改，就是有谁吉杀谁的那个优化。有啊，左上角有改。哦，中间好帅哦，就是，更经典的。然后你连杀，他会跟你显示说啊，你几连杀这样子。等一下，为什么下面扩个区域那么广啊，欸？然后。中间的区域那么挤是怎样？妖怪！看这 AI 防守好强哦！哎，等一下，他又有改哎，齿轮可以碰撞了。之前齿轮碰撞以为是正，以前不能碰撞啊。对，以前不能，以前他会空射。好，等一下，这 AI 有点烦啊。是地图问题吗？我感觉孙氏会无敌，没有水了啦。我说个实话，我感觉之后运早前或者是孙氏在这张地图会无敌，很无解，你解不开。就还是要看命中度了。不是，这不用命中度啊，你只要打墙就可以了。哦，对了，如果要展示夜叉的最大剂量的话，应该要开场冲到底。好，我们继续。所以我们刚刚是有什么拯救公主，有新地图。这好像只是其中一个吧，好像有其他的。啊，之前都固定的啊。Oops， 拯救公主有新地图。有忍者巫夫有到三号。对，有。所以现在大乱斗是三号图。
因为我看他们群组里面发的是草图啊，全部都草的那种。哦，那可能是上一个图上一张图吧。然后再看一下，我们还不是还要介绍财账之类的？对，财账还没讲。反正这个大概找一找应该就有了。我刚好来测一下孙氏的伤害啊。哦，夜叉王应该可以一次到底了，所以，不要，不行欸，砍太快了。介绍现在有把冷却给放出来了。有吗？一直都有吧。有，以前没有吧？哦，以前没有。哦，你说技能介绍有多了那个冷却？冷却时间。那哦，对对，还有一点，就是之前在马克在参加活动的时候，他有一个特点是血量变右下，血量变成右上角了。我直接被六颗炸弹炸死啦！靠北啊！对啊，孙氏技能是不是增加时间了？有吗？怎么可能？增加时间太狗了吧？之前我记得好像八八才对啊，这是改成八十。做错觉吗？错觉。不要不要不要！一下子不要，不要下去。无双。吓死了。AI 防守变强了啦。他进攻好像也变强了，有一点变强了。有变强是好事啊。有啊，有信心差的话就有差别啊。好哦。然后在列队等待，顺便讲财，没有办法列，顺便讲财账哎，财账在这里哦，你们可以先看一下，等一下再来讲好了。打三场公主，然后我小声说一下，再讲讲看那个，你们有没有发现？你们有发现他载入的速度又变更顺了？做错觉了？那很好啊，一个游戏的顺畅比游戏性很重要，但是我觉得顺畅度也很重要。因为他载到60他就直接进战斗了。开场冲哦，开场夜叉可以冲到底耶，以前夜叉应该是没有办法的，以前夜叉小段冲到一段，以前夜叉可以冲到底吗？不行、完全不行。这个这样御爪前超熟哎，牙买死的。对啊，我就说、啊、这张地图御爪前或孙氏会熟死啊，很容易熟死啊。因为很好触发碰撞啊！看我现在射墙，这个一吹就蒸发了。那个城墙爆右上角血量会震动，好多小细节啊。然后官方把那个获胜的加分减少了，有吗？加两分。你说 S 段位剩下加两分，对，加两分。我看到了，你从1136变1336变1338。哎，我倒是想看输了他分会扣多少啊？我觉得 S 段位可以这样子啊，他们不想让你们继续爬 S 段位，然后飙高那么高的分数，然后又碰到3900没有办法列队的瓶颈，那很靠北。感就是因为我，你看，就是因为当初搞了一个2000分出来，他们就开始在瑟瑟发抖。别说那个狐狸把松风玩到2500，他玩不了狐狸，不玩不了松风啊。他就把他玩到2500了。当初是玩2000分啦，后来就大家开始发神经了，2100啊，2200啊，2300啊。我看到有一个3000的受伤打点也变了，他也变了。有3000分的吗？谁啊？狐狸哦，上一个赛季不知道是谁，就是在看那个在看路人对话的时候看，点开他看他积分，单一角色3000。我靠！我这样子暗指他就死了，我压根不用动啊，我就直接站在这里就可以了。啊！燕姐不要，燕姐等一下，燕姐，打他。没关系，我们的防守也很强。干这，我这根本不用动，我就在这边啊。而且10秒复活一次，那我会更多的时间去控我的技能。Oops！
啊，杀掉啊！等一下、欸、，AI 真的变强，他们反应变比较快，快而不死。对，反应，而且他们这次是会优先冲撞，他们不会先攻击。他们机制改成优先冲撞，就是你黄区内你有敌人或者是有防守的人，他会优先冲撞，然后他不会先攻击。可是你看这个燕，哦，那个燕，而且他在防区外面受到攻击之后，他会那个了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发现一个问题、欸，哎，现在派两只 AI 来打防守、欸，哎，等一下，对啊，你没有发现进攻都只有一吹吗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可以做一个测试吗？等一下换一个人进攻看看，看这个 AI 会不会变成只有一个人防守。那我跟你一起防守。那我想我在想，如果我们变防守状况下 ，AI 只有一个人防守的话，那就代表说他现在会看我们进攻的人数去防。uh-huh. 欸、如果他一样防守还是两个人，那就代表说官方刻意加强 AI 防守。也就是说，他会看进攻防守人数而决定派多少 AI， 那也太难了吧？这程式有那么好写吗？我不知道啊，看啊，所以说他要测试啊。那我今天防，我现在防守啊，你等一下帮我跟那个柳生讲一下，那个我要介绍其他的东西。你就让柳生，就让他等了。没有一样，他一样是固定两个人防守。敢离塔子这边根本就是禁区啊！我的天啊！对啊，离塔子那么少，哦，痛！可是痛他过不来啊！我靠，离塔子这个自闭啊，自闭流啊！你他妈的，你进来就被炸死啊！这个进来绝对死！整个爆炸了！我嘞哇，不妈的！这离岔子成为传说啦！他成为传说了，他成为传说了，他真的要成为传说了。哦，干！等一下，他人家都在外面把我秒了，好痛啊！加流。那个往前躲子弹的那个 bug 依旧还没改掉，对，依旧没改。那个不会改吧？那个改不容易耶，我觉得那个改。哦，等一下，他闪掉了我的。但那冲撞很贵。你有没有看到？他们现在攻击，他们会优先冲撞，他们不会优先攻击。这就是刚刚我防守的状况。他是要设计我们，很明显他是采纳这一段时间的数据。对，就是他们发现说我们这啊怎样来抑制玩家快速刷场啊？那、啊、本来就要抑制啊，不然公主就变成无脑刷场游戏。对啊，因为之前我们给他们的数据叫做十秒一场或者是十二秒一场。耶、yeah, ，我做过最猛的八秒一场。怎样？松空率还有配什么？等一下再下一个就会换财障了。我觉得我该进攻了，不然我觉得柳生快打不下。然后一样，他残血的时候不会进攻。我们是那个什么魔王丸、松风跟夜叉王，直接八秒一场给我。对他一样残血的时候不会进攻、哦。帮我打死那一只阿加六！打了，我觉得我会先死，要死了，惨了，要输了，挡住那只阿加六。好，柳生选择进攻，我们防，你防啊！这个是要怎么打啊？这路好难，就中掉他就。没关系，死了。不行啊，阿加六好痛，阿加六好痛，妹妹不要，就哎、欸，为什么他哎，什么弄，这妹妹跑过来杀我，他不打，他你大老远跑过来只是为了杀我，阿加六。好，那不是啊，我依旧是 S 牌，可是我这一场变加五，这一场变加五，等一下，天使，等下你全面进攻，用最快的速度把墙打破。欸、可是我还在拍，
哦，没，拍这片有点长哎、欸。哦，下一场再测试吗？我觉得这个不用了。也可以，也可以，也可以。哦，那我看一下，能讲的应该都讲完了。接下来是财障，财障的话，查看技能你可以强大位移能力啊、哦，官方在那个小档案都有写了。然后伤害，指定一个队友迅速旋风姿势出现在周围，造成230。然后呢，钻地之后迅速窜出，造成230。原地高速自转，3×3旋风范围，自由移动，不会加魂。然后0.2秒，他没有写说不能冲撞、欸，哎、欸，啊？他说他不是有些无法被撞吗？无法，他游戏里面显示并没有写说他会不能被冲撞。完了 bug， 完了，官方搞出 bug 了。我觉得是文字没有说明、欸。奥义，游戏内奥义，好，那应该先这样子啦。大概是今天的更新。那公主变男，然后我是天师，这里是天师盖币记录，谢谢各位，求订阅，拜拜。